好，比赛开始。站原地啊，动！啊，踢的话要动啊！拿好。双方选手的感觉身高上又占有优势，而且两个人的这个节奏还是比较慢，还是在试探对手的这种感觉。两名陌生的选手在第一次对决的时候都是比较谨慎的，很少有一些运动员就是非常的自信，非常的有把握，一开始就是非常快的节奏去进攻，因为毕竟运动员要寻找一下他适合他这个对手的进攻点。其实在短短的两分钟当中呢，要越解读出对方的这种空当啊，还有他吃的这些动作的点在哪里是非常难的。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在短时间内去判断许多的因素来获取比赛的胜利，对运动员的智商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。我觉得青方选手的这个腿长可以发挥他的优势，要主动一些，把距离控制住，不让红方打进来，就没有太多的危险。走连贯啊！比赛结束，第一局青方高低要转换，不灌的有点慢，对了，又推住了，准确度也是非常关键的。这一分钟的对决呢，双方都是相对比较保守，尤其是中国选手应该是先把节奏调起来去进行进攻，这样的话很容易将比赛拖入到第三局，对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，还是在找机会。被确认了，然后空当逮得不错，拿到两分。